好，来，拜拜。我们白白呢参加了那个我们去年度斯威尔的十二星盟主决选的活动，然后得到了牡羊座的冠军。那白白呢，他其实平常很喜欢彩妆跟美食哦，这是他的兴趣，大家请不要错过咯。来，拜拜 ，Hello， 白白，我们又见面了，好久不见哈。那大家也都又再来看你啦。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先简单的自我介绍 ，say hello 一下呢？好的，谢谢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白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担任斯威尔的一日粉红大使，谢谢大家。好，谢谢白白哈。那我们白白呢，他就是我们2017年度去年度啊，斯威尔举办一个十二星盟主的这个比赛。那白白呢，是我们的牡羊座冠军的星盟主哈。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再邀请到白白来到我们的收购中校馆担任粉红大使的这个角色。那白白呢，今天除了要在现场跟大家互动玩游戏，然后送礼物之外，还有待会我们还会邀请美修老师来到现场哦。那白白会跟着我们美修老师一起跟教大家一些美修秘技哦。好，白白，那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好，那白白，让我们一起热烈欢迎我们的美修老师出场，好不好？请各位鼓鼓掌吧。Hello， 大家好。那这位呢，在我身边这位就是我们的美修老师小鸡老师，你好。主持人好，白白好，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好。好，老师你好。那老师，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搜狗中校馆，是不是要教大家一些美丽的一个美胸按摩秘技呢？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女孩子呢，不只是要在外在美，然后也要兼顾到我们就是内在的部分。所以我们平常呢，只要一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帮我们保持我们的内在美。好的，那老师，我们今天你待会要开始教大家按摩美胸按摩秘技了，你要不要请一位小助理啊？我可以请漂亮的白白吗？漂亮的白白是吗？是。好，那我们白白请你移到中间，我跟你交换位置。对。那我们现场哈，不管是有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哈，只要就是可以就是记住这一些美胸按摩的小秘诀哈，也可以，如果是男生朋友呢，回去也可以教你的另外一半来做这个动作。那我们女生朋友呢，在家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就是可以帮我们呢，不只是我们的内在可以保养哈，也可以做一个保健的动作。是，那老师准备开始了吗？好的，那我这边呢，首先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哈。那我们请白白给我们一起示范哈。那现场的观众朋友哈，也可以自己动手起来示范一下哈。首先，我们帮手就是放到我们的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觉得呢，你要教大家按摩，那好像不方便。好的，来，我帮你拿。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紧实还有拉提的动作，所以呢，我们手呢把它放在我们的左肩上，然后从左肩这个地方慢慢绕过来，穿过我们这个右胸部，形成一个八字形，好，形成一个八字形。到我们腋下这个地方，其实会有一些副乳啊，我们就是趁这个机会这样子给它拨上来，然后再接过来，就是绕过我们的右胸上缘，然后形成一个八字形，做一个提拨的动作。提拨的动作之后也是一样，到我们腋下的时候呢，也是做一个往内拨的动作。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来回就是左右这样子做十次，就可以达到我们就是比较紧实，然后往外扩、往下垂的动作。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动作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胸型的阿普可以拉提，就是如果是我们家里面有那个美胸霜啊，或者是有乳液呢，可以涂在我们手上，哈，也是效果更好的哈。然后呢，把我们双手放在我们的胸上缘这个地方，然
然后做一个往上拉提的动作，往上拉提的动作，接着呢，我们大拇指的部分刚好在我们腋下这个刚好有一个穴道，戴起来会酸酸的地方呢，给它压一下，这个就是可以刺激我们的淋巴腺。好，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女生呢会有一些乳腺啊，还有淋巴腺，就是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是可以刺激我们做丰胸，也可以达到做一个疏通的效果哈。来，我们丰胸的穴道呢，在我们的两个胸部中间哈，就是我们最高点乳头这个地方中间，用手压一下，会感觉会酸酸的。因为它刚好这边有一个穴道，可以刺激我们的胸部发育哈。最后一个呢，就是可以疏通我们的乳腺，还有就是可以淋巴腺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手握住拳头，就是慢慢的顺时针这样子往前这样子推哈，也不要用太大力，就是慢慢的这样子推，就可以达到就是美胸的一些小按摩了。可以借由这一些小动作呢，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内在的美。好，谢谢老师这么专业的教我们现场朋友美胸秘技哈。那老师，我想要讲的就是啊，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思威尔一直有在关心这个女性议题，所以老师，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就是除了在我们平常这种按摩的美胸小技巧之外啊，有没有什么小秘技或什么小动作可以教我们一些自我检查的部分呢？是，其实我们女生呢，每个月都舒压片，这是我们所有专利的。然后呢，又有我们夏天穿起来不闷热的 Q 棉。另外一件呢，老师今天要特别介绍的是会呼吸的内衣。那这件为什么会讲会呼吸的内衣呢？我们这个衬垫呢是薄衬，然后运用三明治棉，然后呢也不怕说薄薄的，好，穿起来不会挺。这一件呢里面我们还含了所有独家的三明治魔力托片，让没胸型呢上托高2公分，所以呢你看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里面呢可以做一个试穿哈。那这个木下西通是我们18全下最新的限量款，各个百货公司都可以看到。活动场哈，来，我们大哥可以拿到我们限量的月历哈。